山，然后古墓还能呢？古墓，哎，古墓，我们一般讲召集开会，有古墓很多啊，比如说啊，共同哦，还有祈福仪式，也叫托古墓坛，马拉古墓在盘龙山，他为头目领袖首领，也就代表多拉马拉古墓在。で、マリコモルアノサンハウエノラキタオカポロガンハウリタンツブレンハウマラツブレナイサナイコラアンして、ミコモライアノサンハイファイエンレンマラコモライファイエンレンアノカコモルザンアノサンハウエ是一種那個時候的神啊，我們不知道他們所謂的神很多名稱啊，我等一下会讲到那些那个神的啊，讲不出来。古墓葬是名城市的名称。还。然后，那阿尼尼爱巴卡达米尔吉达哈维啊，卡吉达安萨。我的卡吉达安是来自于荷兰语。哦，他变来变去的，首先是按照正式的，一直留下来，又日本接受，然后啊，荷兰人，后来他又。改到卡提达安，撒旦，荷兰语，过年卡提达安，哦，是什么意思啊？等一下，它代表领袖、村长，又代表富裕人家、有钱人家、有钱的老板、财主，这个叫做卡提达安。圣经，诗啊，哎，是。士兵的士，师老师的师，是师。从圣经里面，他的答案就是这个。哦，我把它来。第几章第几句？啊，那个。改天。啊、哦，所以说以前清朝时候对我们这些。原住民来讲的话，他讲以爱的以是有你之法，他是没有你之法，翻闪东翻移，或者是野翻生翻熟翻，甚至于平埔翻，通通来。这伊古诺拉安日治时代，那个翻上面有个草字头，哦翻啊熟翻生翻，哦再过来日明治的时候，我们都平埔族跟高沙族。高沙哦，不是高山哦，高沙。为什么不是高山？沙，一个石头，一个沙，高沙族，原住民的意思了。是的，对日抗战争、抗疫、抗争的时候，叫做平地三包，山地三包。好，就1994年，屏东。的全国啊、原住民的联合运动会的时候，李登辉称原住民，大一的给他原住民称来，那个原住民后来又分，哦平地原住民跟山地原住民，但是学士的研究是南岛语系，山地的南岛，我们还来一段。哦，这是它的由来了。哦，我概念也好多嘛，原住民，还有那个土木，有那个土木，有那个大棒，有那个火木，有那个卡吉达，是这样，它的啊来龙去脉就是这样子。好，一个能力安好为比较多。有关于政治，讲到政治，我两路话政治。第一个是青年组织，第二个瓦达湾，南屋还那么多，哦，工械手了、啊。照理讲，啊，我一般都讲南屋、瓦达湾，啊，那是别样的吗？瓦达湾是地方，是不一样的啊。哦，那个早山古道这里，哎，所以它的性质不一样的地方哦，所以为了。要啊，政治
够曼陀帕塞拉正着来把马尔通卡过把其他波罗麦过全力卡过阿能沙安陶伊散波罗马罗马皮拉，但是有时候就一种是用推举的啊啊，我先提名嘛，好，吉斯拉，吉斯拉卡多尔，卡多尔不是卡多尔，哦，吉斯拉卡多尔，哦，我推举，哎，哦，你我是曼达莫山，啊，富威，啥个自在好诶，啊，做阿鲁曼奈，因为找找哎，差不多，好，提名咯，马上你提名好，吉斯拉卡多尔，阿鲁山那好。把他们全部推举你，这是一个推举的方式。第二个是世袭，我往那么说，有很早以前哦有世袭，现在马哈拉卡威就因为有前面是世袭了，然后是用推举的，因为有世袭的关系哦，哎呀在干嘛呀？他一给他娃娃你。第四呢，很多沙他会大家会有意见，会有会有意见，所以有两种方式，一直到现在变成是用推举变成是选举，我们还来一年两任啊，一任两年，现在改为一任四年，我还给他看你的组织章程啊，那么什么啊给他章程，我们随时可以改章程。好，也还要外号也蛮难，但是有时候哦，也有前面讲独木山爱好的刘明传到台湾来的时候，不好听，改为头目，他也称哦刘明传也有称呼哦，也称头目山爱，不然一直到日本人来了，也是沿着这个制度来称呼头目山爱萨安尼尼。我看奶奶，对，噶吉达安山的哈乌伊国都，我去比来的。为什么叫做噶吉达安呢？因为马拉总头目哈，好，俺们马拉总头目说俺们这来干咩哈？你的底下，从以前的五十个部落的头目，到现在的一百个头目，你要召集过来。巴格拉比，怎么呢？这是头目。啊，卡吉达安，就因为卡吉达安是有钱人才有，人家推举啊。巴格拉比恩隆斯布拉，啊，现在的啊，一二三四五，卡梅不够，头目。哦，不是，第一个啊啊，不行的。妈啦，卡吉达安上来好，就是这个原因呢、啊。他就像那个台湾族的大头目，他要召集底下的头目。因为他们有共鸣嘛，啊共鸣，哎，啊每一个头目，我认为没有共鸣的，啊在哎，很多观察没有共鸣，倒下来了，啊在下面的哈、哦，屏东的下面的头目都要每一年都要个，所以你趁那个机会从仓库那里拿出来，像那个家一罗罗麦，啊喏，你就说你单数，哦。一组那里搬出来，把干他们呢？啥？马拉加吉达安萨托尼安，有钱人的啊，那边啦，克拉那种解释，那种解释了。大，他不如读大学读到命理，就对。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耶！我不能那个，我不能睡不着觉啊！要宣传我们的长官啊，那很好，那都是一个历史的典故，一直延伸到现在很大的。要从那个正式签荷兰时期都是叫独木亚，那代表于日据时代啊称为独木。那之前日据时代之前，也就是明传来台湾的时候也是称独木。是不是你延伸的是吧？你刘明传官官日子是吧？不是日据时代是延伸刘明传的那个说辞。因为前面是土木山来给他，所以来改一改。刘明传说不好听嘛、啊？
对，他最后是想人认为说头目比较好听，是吧？改为头目。哎，我们喊来，当时啊，等会我猜一下啊，当时我们不是部落社会的时候，对对对，一个社方社，哦，多少人才是这样一个社？多少才算一个区上来边？我没有背起来，后来，所以就因为一个社的关系成立一个头目，马汉来说一弟啊，喊喊来把插嘴，好、嗯，还有那所以说居士啦，不是部落感觉该是从头目，然后打扮那等于头目，然后等于里头还有一种说法就是我们那古墓不是可能干的，古墓哎，哦不是嘛，古墓就是人有古墓，然后再。后来就是你们升到卡古木干这样。卡古木干是，那是卡古木干山的另外一个省呢。另外一个。卡古木干是另外省哦。嗯。好，马拉古木赖是头目，或者是领袖，或者是长官，头目以下的干部都可以称马拉古木赖。是头目以下的干部了吗？哎呀，也可以称呼。马里古莫安德山是整体里面的一个主任，哦，另外一个是米古莫赖安德山发言人，懂了吗？哦，安诺像你刚刚讲的，加古莫赖是一种神，哦，神啊，嗨，那个神不知道叫，哦，不知道什么，他是归宿，归。归来的，他回家的归宿，宿啊，归宿神，啥呢？啊哈，我也不知道，我马汉呢？这不是一个好的研究，好难，这个研究久。啊，这就是他的一从正式一直延伸到现在吧，整个称呼的演变。啊，那个啊，我再问你，以你的认为，哎，你说啊，老婆来，或是你自己对你当同母这两个，哎，你以你的经历来说了，你认为现在我们用管皮当好还是同母？我没有当过同母啊，我就是知道，以你现在的当过，没有当过同。就当过啦，给他当过。一般我有写在那里。哦，有个四总头目跟四副总头目，还有现在以前的乡镇市不说的啊，市头目了、镇头目了，现在变成区头目嘛。所以三个一定要分开，绝对不可以跟一般的头目的名称。平底哦，那阿米斯他的车平底，对对对，你说卡皮丹，比如我的认知了，比如说五头目总是总头目卡皮丹两个，好，跟一直到七种卡皮丹，然后设计的头目就是用头目来称呼这样。是不是你的意思是不是？区头目以下就是头目，哎，不是区头目以上，区头目以上就不一样。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就变成。皮丹比较好吗？还是那个皮丹还是米古木赖？不是，等一下才讲。我说了，我讲没关系，大家要趁着张老师不在的时候，偷偷摸摸的，已经有副案。也对了，这个妈妈来，这个解释也对。好，所以现在看，以我的立场哦。区头目一下是称头目，啊，头目喊过，哎，卡皮达安三号的台湾族的有钱的大头目，我跟老兵说哟，都跟老奶有办法吗？有办法啊，马斯蒂搞法耶，最好哦，还是用。区以下称呼头目，区以上就不一样了。
他的称呼，他弄个给他安堂的上，人家听来哦，不觉得怪怪的，不觉得，啊，是认为说有钱人家上来，你的认知呢？马上你说，也很好听啊，给他，我这比较难，完蛋。我的认知是，我是以文字啊字根来做延伸的。所以说我比较喜欢用感单词，因为是有凭有据有字根，那个不然第一那个，我是用那个来做那个才认定说卡皮丹是比较好。只是说卡皮丹的翻译，不然不如啊等等，到底是要用领袖来翻译，还是财主，还是有钱人，还是士师，还是领导，这就是。要听听来长辈的。我稍微猜一下哦，你阿瑶，马兰兰多白兰点呢？我的农民大号，甘蔗有一个福州托木的，福州托木叫做通事，对，通事，我妈咪你翻译，替主啊，他是法院啊，法院法院啊，通事。你来夸点啦，我也哎呀，所以我总觉得说，卡皮达安也可以这样称呼，很好听的。我卡皮达安，然后等于呢，你托姆也很好啊，我弄蛮不好的，我卡皮达安不拿也是啊，我把它做，但是底下子要称呼他，不如叫社区了，社区托姆就称托姆，称托姆，就是要有个区别啊，对，这样讲。啊，不是很有道理。把翅膀啊，卡吉丹啊，我卡吉丹好耶。哼，啊，你那个不是把卡吉丹？哎，对啊，哎，就穿起来就怪怪的。哪有穿这个卡吉丹？哈哈哈哈哈。干嘛呢？还能整理？张老师，你现在还没整理以前呢，算了，你还这样，所以很多人怀疑。或者古拉斯当局长的时候。他也听得很多了，当过主播嘛，记者主播，所以他也听得很多了。这个兄弟没跟我们组长，他跟我们做那个电视那边，所有头目给他按着，给他按着。没有活塞印度，他就是活塞印没有啊，卡皮丹没有活塞印度，根本不活塞印度。没有了，你说的啊，你要背心了，啊，你没啊，都背心，把啊，你背心是干啥？暗战，我们暗的不打暗战，能打也不是。所以如果说我们用那个来做区别，啊，区别可以啊，区以上那种头目都叫卡皮丹。然后是那个社区头目的，还有那个什么，可是我里面感觉带什么一样，你是社区的最辛苦啊。啊，应该是这个吧？还是我们往上升的话呢？这个头目不是很大的，头目大吗？我那个比他们这边过比你，这个。Hello， 苏宁的男的一样大，男我们男的，假设我们男那个男的万万男，区以上男的万万男，五八十加十五的，五八十加十五的，这都没分到的，五八十加十五的，哦，五八十加十五的，反正就是那个部分以上的都叫男的万万，你不要叫巴拉塞哦。可惜。所以，那个区头目个就叫头目，啊，区总叫打棒，打棒，区总叫打棒。那个市的就是市的，那个就是市总旁边是个总头目，叫打棒，啊，其他的是头目，应该是这样讲。对，这个我们可以推敲了，可以研究，对，可以研究的。对，市级的。叫做卡皮丹。好，他那个七级的，
叫做达棒。达棒有梦想。啊，社区的，社区的我就叫做头目，头目。对，要这样，要这样的区别性分别要比较清楚，比较清楚。哎呀，没个什么东西弄了，区长就叫打棒。我们现在还在设计。对，现在因为大家都在讨论，所以这是第一次有这样的一个分析了，对，还好。你们的长官有我是乱来啊，我都没有想到这样分析。我是乱来的哦，啊，你是乱来，是不是乱乱的啊？来乱的哦。可以的，这样区别的话，可以说在文献里面啊，也都提过了。头目是因为日本人都是流氓，那现在有这个长官说他是从这个满清里面哦，在往下延伸的，并不是在这时代的是有的，是其实前面已经有的，所以。又怎么大家都认为说是流氓头，那只是个人在起而已嘛。所以你这个就把这个头目变成是一个很不好听的话，因为他们不知道是从满清留下来的这个名称，所以我们也要把它理清嘛。这东西都要理清的。再过一说，哦，这个噶，我去过了，头目好像因为有人一直讲说流氓头，流氓头来的，那是真的还是假的呢？所以就要靠你这个文献咯，啊，做你。对，您的说啊，我们也不敢听说过流氓头上会有听说，但是没有实际的出现，不敢讲。这个是，我是赚不过两个房，赚不呢？你们想问你们参军，你的意见蛮好的。对，我是搞这个，他从他说哎呀，吃了姑娘再问吗？不是，不是这样的名称啊，我们要分等级，哪个比较大？对啊，就讨论了。对，这里面的关系，这三个，这三个名称，对，两人在多了，你也不能跟正等级。哎哎，那么说你没得多好，说你啊，说你啊，嗯，这。可是你要有论述呢。哎呀，当然，人家才会哦，有，你没有论述。十三层的人做了这个事，你这个说的对。